看了每个视频里面那么大呀，天热不大长个。对，天热长得慢，节奏都有点长，正儿八经的德系的，不是那种肉类的。大概有几斤现在？有个12-3斤吧。2年1苗？3年。3年1苗？对，打3年了。这样公斤都打3年1苗？我有视频。现在马上到尴尬期了。打一苗的。没钱了，有点长了。四爷的四爷。正儿八经的给我德系的，它是越发越好。对，德系的。你想在这里卖啥价？这里啊，给1800吧，跟你要。1800也拿不了。1800一亩的一压，我给你便宜了400。你都算数。我就说来过来看看，你光给我发视频看不太清楚，得现场看够。对，你现场看，一看就说。说实话，这样的呀，如果去市场上拿，也就是1300这样就拿了。那别打，那拿不了。1300刚满月的时候，他们包我都给这个价都没卖。不值。正儿八经的。我看一下鹅蛋。鹅蛋漂亮的很。嗯，这个还有点轻微泪痕。你实在的，你说个对的价，我大老远来了，我不是说给你过来胡乱拉的，合适我拿走。再涨你100块钱，1700块钱。不是，你别叫了，我大老远来了，我不拿走。你没事，你光看看，你摸摸，我也没事。对吧？再少了咱卖啥卖？实在的，我给你一回价行吗？你给多少钱吧？1400。不卖。摸都不要你摸。价格太高了，你也卖不动。你想还有2个狗没卖嘞？本身母的都不如公的好。母的卖不掉，俺可以留着咱家。那你要是抱到这个想法，那你自己留着。现在呢，就是说狗也看好了，主要是价格的问题。价格我跟你说这个价，仅让你聊聊了，让不着了。聊聊是多少？你说个最适当的价。1600，再少一分就卖了。本身我都感觉这个价格高了，给你加50已经不低了，1550。狗钱你给1600，我给你转50块钱，你加油。那相当于我狗还得卖1600，我出油钱，这个都没钱。行，那你这样说，我就拿走。行，就拿这个。